从金项卷鼻的定式开始。落步搬压，注意我们潜意识的落脚是脚跟着地，这时随即就外展前移，连下一个动作。好，我们来摆脚前移重心，那么右拳向外拦隔，然后左手前伸上步，右拳收到腰间，跟进打锤。好，注意放慢速度，我们再来一次背向动作。先是看一下脚下，摆移重心，上步跟步，就跟步的时候右脚跟在左脚的斜后方20公分左右，那么脚跟提起，脚掌着地，配合上肢呢，一摆脚，这拳是向外画弧隔挡，左手前伸之后，这个浮沉是屈臂沉把，横向折回，屈臂跟进，右拳是力拳前冲，力拳就是拳眼向上，力达拳面，跟进，重心在偏前腿，后脚呢是脚掌点地。下一式梨花五袖，右手接握，右脚向后撤步，做3次缠绕的甩沉弹踢，左手是合在肩前。注意这个动作我们要把它分解放慢来做，首先跟我学甩沉，右手接沉之后，一下甩的时候随机手臂下落的时候，就将手腕外翻，使浮沉的沉碎，做一个摆转一个立圆。好，再来，先做这第一个分动，一，好，随着这个转腰带臂翻腕，是浮沉翻转之后，接着再做第二个分动，二，再转身，手臂又做一个内翻，使浮沉在我们身后又转一个立圆。好，再做一次，注意我现在是背向，大家跟我一起，一，一。好，第二个发力关键是靠转身，如果不转身浮沉甩不过这个力圆，一定要转身和翻腕同时才能完成。第二个分动，来，再来，从第一个开始接握，一二三，好，现在到了第三个分动，第三个的力圆又回到了体前。好，那么我再侧向，现在我是侧向，大家注意啊，一二三，第三个又在体前，仍然是一个外翻，那么这三个挽花形成梨花五袖，好像是在呼摆长袖一样，哎，这个意境非常的优美。再来一次啊，我们侧向动作，好，我们从跟进打锤开始，后撤接握，然后放松开始，一二三，三圈，三个力圆结束之后，注意浮沉向前撩，向前撩送，同时弹踢，哎，撩送是把这个沉碎搭到我们的左肩上，同时做斜前下方轻轻的弹踢。好，那么最后一个分动，一二，好，背向，我把这个跟我一起做，这个动作稍微复杂一点，我们加以强调。现在是背向，接，一、二、三，弹踢。好的，这是三个挽花完成了梨花五袖。下一个动作，古月沉江，浮沉沉碎搭在肩上，在体后，下面上下。带向扫，撤步打开，歇步推掌，浮沉仍然是上举，沉把上举。好，这里下扫是一个向下拦截，拨开别人对由器械对腿部的进攻。好，我们背过身来，从
从这儿向下带收撤步歇步推掌，最后收势，浮沉由头上下落，只交给左手换把，为活步开并步合，起身落掌还原。好，把第九式连收势我们再做一次，一下带后插全蹲推掌，推掌的这个方向假使是起势正南，这是斜前，也就东南方向45度角，把握这个方向，一落换手打开并步